把 Zipguide 户外帘安装在阳台啊 sliding door 跟 patio 你就看得多，但是装在 outdoor wet kitchen 呢，你肯定没有看过。这是我顾客的后院，他一定是啊有看了我所有的 Zipguide 影片，因为他太有才了，他竟然有 idea 哈、哦，想要把 Zipguide 装在后院，把它变成 outdoor wet kitchen。他说煮菜时 Zipguide 呢可以完全打开，不会搞到家里油烟味很重。再来这个后院哦，他还要 fully use， 拿来放洗衣机还有晒衣服。因为 Zipguide 关上后可以挡太阳，不怕天气被晒坏，下雨时还可以挡 95% 的雨水，不怕弄到满地湿湿，大风呢就挡风咯，不会弄飞衣服啊，灰尘也飞不进来。再来就是它还可以防那些很烦人的昆虫小鸟跟小猫进来。 Nice， 一关上 Zipguide 呢就变成它的 invisible glass， 瞬间就变成 private area， 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到外面。可是外面看起来啦，就像一面墙，完全看不进去，不像现在空荡荡 open area， 完全没有安全感。给你看一下顾客使用后的好评，感恩有你，谢谢你。如果你注重的是要 100% 完全挡雨水，不需要看外面或者通风的话，下一个影片呢我就会讲到这个。那么大的户外 area 啦，不用真的很浪费哦。如果你是想要善用户外的空间，马上 inbox smart curtain。